长期患者了，正餐要30到40分钟内，但是真的觉得你好眼熟，要吃，你应该说吃保健食，多吃吗？还是说吃？多吃保健食品，可是啊，我不想浪费钱哦。然后最近就是都在这边玩，是开始拍那个系列之后，就比较少进伺服器再弄这些东西了。不然我想把这边改得很屌。对啊，30，我只有在吃那种跟大家像菜渣他们出去吃饭，用餐时间2小时那种，我才会吃那么久。而且吃那么久是因为有东西一直吃啊。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贝矿，啊，对啦，我还没吃那个药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挂着吃药。哎、欸，阿静也晚了、啊，你也应该要休息了吧？赶快休息吧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最适合在床上睡觉了呢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吃胃药、欸，吃胃药啦，胃液，植物帽，初检肠胃不适或灼热感，或经诊断为12级肠胃。溃疡、胃炎、食道炎，欸，食道炎那应该可以。开台客药啊，我也不想吃这个药啊，啊，就有人喜欢自己当医生啊。影片看你哦，哇，哦，白白的，不是，它是一整片的。叫别人睡，叫自己直播，没有啊？人家剪影片会累吼啊！我开台虽然会累，可是还是想看啊。哇、啊，好甜哦，好好喝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不好喝，它有，好像在喝，那叫什么？乐事吗？不是乐事，对不起，那叫什么鸡乐啦，它有鸡乐的味道。好，我来形容这个，第一口咬下去是有养乐多的味道。可是养乐多的味道结束之后有那种鸡乐的味道，我觉得哦，嘴巴现在好凉哦，哇，不是乐事啦，跟我们丢啦，鸡乐的味道，刚、啊、我敲掉有经验欸。
我没吃过鸡肋啊，我有闻过，好吗？而且小时候有次夏天真的是爆热，然后就拿鸡肋往身上喷，就觉得哦好凉哦，又凉完之后哦好热哦。如果明天要上学但不想睡觉怎么办？去睡觉啊。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叫你们来看台了，会叫你们去睡觉。去睡觉，去睡觉。看台什么的，补记录档就好了。我这时候可以播歌了，播歌啦，播的音乐，阿外音乐可能也对，哎、欸、有，喉咙好好多了、哦，不热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，这不适合现在播。这个应该就适合了。繁星那有收到杯垫的记录吗？小编跟我说没有缴费记录。你是哪一位啊？看一下哦，游戏虽然不太想在实况再看这个啦，你停止预购，好，等一下哦，你是哪一位啊？陈勇，有啊，已经核对完成了啊。超商代码，你是什么时候来讲的啊？我看核对完成了啊，你是买一个对不对？你是刚刚到粉专问的吗？还是之前？对啊，你的对是哪一个？你是之前问的还是最近问的？繁星现在在巧克服的物资吗？没有收集啦，我只是在把我家用宽，不是我家了，对不起，把这一片弄宽。你先回答我，你是之前问的还是刚刚问的？因为我看是有啊。先问的，等我一下哦，已对账完成，有啊，对账完成啦、啊，小编是，今天问的，我今天只有看到一个人呢、欸，有人敲我哎、欸。问去哪里了？因为现在这个是主世界，主世界不能挖物资，除非就是你刚好在整地什么，刚好挖到，那是允许，合理，允许范围内了。不然你就是不能在主世界鱼骨啊，或是挖笔直通道啊。
不然有人走一走走一走，突然摔死，谁负责？还是因为我弄到两个的关系？搞不好是哦，因为哦，有啦，有看到两个你耶，所以你有一笔不要了吗？有啊，这边有两笔你的。对吧？你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去粉专问啦，因为在开台聊这个，虽然可以及时找到我啦，只是我在开台弄这个不太好。看，这些是粉丝给的，我就把他们命名成这个东西，那就知道这是他们给我的。哦，这是模组吗？这个不是模组哦，这是伺服器。目前模组那边可能有人在跑图，会那个。所以我就没先进去了。模组等明天吧，明天看礼拜二有要玩什么，如果没有要玩什么，我就开伺服器来玩啊，开伺服器啊，开模组来玩。然后乔科夫其实里面很好笑，一堆人蛮好笑的。管理员蛮好笑的啊，然后现在小客服其实白名单他们弄得比较慢，是因为寒假到了，人太多，他们审核不完，然后也主要是怕。这个时间点大家都进不来，因为人太多了。所以如果进不来的，也不要去抱怨说怎么还没整合过之类的。对啊，他们也很努力了。我吃了多少乐事了吗？八大包吧，啊，前阵子是因为嘴巴破掉没有吃，嘴巴破掉还吃盐巴，我真的是会哭哦。哎，好了，得得得，你关掉村庄后打村民。蛋屁呀、啊！我看一下哦，我回去拿草地。土，认真，
有两种哦，懂意思？20秒，恭喜！我一定会带一包原味乐事。你那天给我带邪教过来，我快气死了，跟你讲。休闲玩一下而已，12点就关喽，因为我也差不多。